今天有粉丝说要给一生带一件装备，一生绝对没有见过的那种，那一生可要好好观察了。进入地图后就可以揭秘了，究竟是哪一件装备一生没有见过。这是黄金精致法杖。等一生理理思绪，精致法杖不是金色装备的吗？黄金精致法杖怎么是红色装备？可能是一生太孤陋寡闻了。先不考虑那么多了，我们来试试黄金精致法杖有多强。当然主力输出还是用电弧手里剑的大神，一生就在旁边用技能和红戒指辅助，看效果非常炫酷和给力。看来一生要逐渐是试法杖类武器了。一生为以前的看法忏悔，不过不排除是队友太强了，打了99%的输出，让一生自以为很强。经过一生的调查发现，黄金精致法杖是由精致法杖和黄金喷漆合成，并且黄金精致法杖是诸多红武装备中的佼佼者。不过在一生看到雪人之鹰后，就果断扔掉了黄金精致法杖，最强控制的雪人之鹰才是一生的本命装备。你礼貌吗？你礼貌吗？我们一路以过五关斩六将的姿态来到了第三层地牢，一生赌一包辣条，这次挑战一生一定通关，这就是有大神带的底气。并且一生玩的是牧师，容错率大幅度提高，只要伤害够我们就是无敌的，阻拦也秒给你们看。 You have been slain。最后一个 boss 是大王级钢铁海盗，一个真的令人头痛的 boss。 原本一生还想创造最快通关记录的，只能等他勾炸弹破盾了，卑微至极。这个减伤也太强了，遇到凡事不要慌，先把手指掏出来拍个朋友圈。又是通关的一天，小伙伴们今天通关了吗？